力的题目是蒙福的亲子关系。因为我们下一周是台北教会的宗教教育周啊，那过去我也一向如果有机会在八月份的时候尽量根据圣经的教训圣灵的带领来谈谈家庭，谈谈亲子，谈谈教育啊。所以早上利用一点时间，靠着圣灵的带领跟弟兄姐妹再来谈谈这个问题，蒙福的亲子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啊，第六章第一节啊，在荧幕上头有了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的圣经真的宝贵。神不但借着圣经让我们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也借着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的关系都有很美好的教导。我们照着做，我们就蒙福。特别是早上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特别提到的就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的存在他不但教导我们这个亲子关系的法则，还教我们其中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而这个关键的方法呢，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常常忽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保罗透过这一节经文所教导我们的一个关键方法，是一个秘诀，它会随着时代的改变，但它永远有效。我把这段经文呢画成这个图其实保罗勉励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跟当世代的人，他也在勉励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又蒙福，蒙福从神而来，又和谐，和谐是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亲子的关系。如果要把这一段经文用更简单的话来讲的话我把它简化成，在主里头，保罗勉励我们的亲子关系，就是一个父慈子孝、照神的道理教的亲子关系所以他特别提到，我们子女在主里要听从父母。那对父母讲，我们来教养儿女的时候，是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来养育。那同时呢，他又交代一个关键的方法，这个关键重要的方法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初看保罗这个交代我想我们很辛苦的父母当看到这个交代的时候，一开始特别是已经气得半死的父母，看到这一段交代的时候会很不以为然，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说明。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保罗的教导他的交代就是父母跟儿女都有他的责任。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要教养儿女。所以要孝敬父母的根据保罗说也这样子讲，所以要孝敬父母的根据最开始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就这样子交代要求了。有关于教养儿女，
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箴言的22章的第6节，就是教养儿女在主的道里面，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要教养他，让他能够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有关于这个孝敬父母小弟在接触特别接触我们慕道朋友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慕道朋友最多的最多的还是从传统信仰要进入来查考道理，那神拣选他感动他要进入教会。这个时候大部分多大部分几乎很少没碰到的大部分都碰到一关那一关呢，就是拜祖先拜偶像，是一个就台湾的社会来讲的话，是一个关卡。所以小弟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鼓励鼓励以及这个说明对这一个要信主的已经大概已经决心要信主，但是呢他非常的犹豫，最后一定要谈到一个，就是孝敬父母。因为所以我太太最喜欢跟他们讲就先捡几条刀较好死后拜低头从这边谈起当然不只是一颗豆啦一颗豆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就是谈到孝顺父母。这个孝顺父母绝对是我们信主的人圣经对我们很严格的交代而且呢是很殷切的劝勉那因为呢它就是我们10诫的第5诫，也就是前4诫对神后6诫对人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刚刚看到的出埃及记20章那边的交代，在生命记也是做这样的一个交代。同时呢刚刚我们看的以弗所书保罗保罗当然也是根据这一个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关于孝敬父母就是一个大应许，就是一个祝福的诫命。在所有的诫命里头就是只有这一条是祝福的就是说这个神知道我们人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隔离的。那所以本来孝顺父母就神来看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知道人在这个状况当中，其实有时候要孝顺父母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这才叫做父母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就某些方面到了某个阶段，有时候他会觉得困难。所以神特别在这条诫命是带应许的，是蒙福的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做神赐福给你带应许，就是说他还特别讲这些孝顺父母的神祝福他，让他在世上的这个寿命是长的当然寿命神给每一个人的寿命都不一样但是这是神所表达的一个对人要孝顺父母的一个期许，而且一个鼓励一个祝福所以我想今天不管在线上或者是在我们会堂的弟兄姐妹我看去我们大部分都是当父母的多已经当父母的所以今天早上我靠着圣灵要讲的话是对父母讲的如果对子女又有另外的一个勉励那我们都大部分都已经做父母了那人有一句话说人是要做父母呢才知道我们父母的辛苦，才能够了解父母的心意
小弟的体会哈，是孩子长大了就会更知道。孩子长大，你刚生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只是体会说，哦，真的，哦，我爱小孩，我付出这么多，我的父母那个，大概是这样的体会。但是呢，当你的小孩长大，小孩逐渐离开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小孩跟你吵，小孩子跟你有很多的争执啊，小孩子跟你有很多的要求，你讲的话有很多小孩子都不听的，啊。甚至你的很多教导他当耳边风都有可能发生，哦，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孩主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就是功课，哦，所以呢，当你小孩子长大经过了这一段以后，你就会更了解而且更体会当年你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当时的心情，哦，当时你会发现说过去我对我爸爸我对我妈妈其实是有很多抱歉的地方，哦，你会想说，哦哦，妈妈你这个来台北这个读书啊一两个月或者，哦，才回家一次，哦啊，妈妈总是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哦，要你，哦，要给你。年轻的人呢常常说，哇，这个搞得那么多，哦，这个我吃不完，哦，那还有这个，哦，这个东西，哦，这个我拖力不动，哦，不想拿，哦，不想拿，哦，妈妈都准备了，哦，我没有办法体会当时妈妈的心情，哦，孩子长大了你就越会体会，哦，所以孝顺父母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哦，那这里头大家我相信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哦在这方面圣经的教导引导我们，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对慕道朋友就是告诉他们圣经是怎么交代我们的，你今天要来信主的话，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下决心的做一件事情，你总要让你的父母他还没有信，让你的父母你要从行动，你不用讲的，你要从行动让他感受到我们信主的人是孝敬父母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过去没做到的你现在要做到，哦，那这个呢就这个才是我们归入主，哦，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听从他归入主得救以外，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能够按照主的教导来做，这就是我们信主的福分，而且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该做到的，哦，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哦，我们要检查自己什么叫做孝敬父母，什么叫孝敬父母，哦，每个人都不一样，哦，每个父母的需要，哦，我们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自己也是这样子勉励自己，哦，有三件事情，我是不是常常想到父母的好处，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做门恩见证，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同样的我们地上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父母的好处，他的好，哦，当然在亲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环境的关系，父母也有他很多的难处，当然在我们心中也可能呢，父母也有怎么这样子，哦，也会这样，哦，很现实的，但是圣经的教导，而且我们作为人子，其实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身上所发的心血，他的爱，哦，我们要常常想念他的好处，当我们会常常想念我们的父母的这些好处的时候，那种孝敬的心以及你会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第二就是要给父母好脸色，这是我们常常没注意到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常常没注意到的，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因为工作忙，不管是因为嫌父母唠叨或者是觉得说父母所交代的跟我所想的不一样，
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是因为亲人，因为亲人很容易就没有给父母好脸色，是不是这样？部分有的人做得很好，我们要这样子。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里头，这个也是我们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多，对我们的要求不多，他能够给你的，他尽量给你。当然有时候父母有他的需要，这个是我们第三点，就是我们要顾念父母的需要。每个人都不一样，父母他最需要的，我们应该要供应他。那如果这三点，一个是常常纪念起父母的好，在父母的面前，我们对他都是好脸色的，然后去注意到父母的需要。我想圣经的教导里面，他所谓的孝敬父母，在我们具体的这个当然细节很多，但是我们从这方面去做的话呢，那我们的父母呢会觉得非常的欣慰。所以箴言说，我们要让我的母亲快乐，让我的父母觉得欣慰，这就是孝顺。所以能够尊荣顾念，而且常常在祷告当中来为我们的父母祷告。父母总是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或者是子女离开的不在他身边的状况越来越多，而自己的身体状况越衰弱的时候，所以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父母。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础的那我要留时间呢谈后面的那教养儿女也是，那是我们的责任做只要我们有儿女的那教养就是我们的责任。那这当中呢很重要的保罗的交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教他什么。他说你们要教的我们现在对子女的要求常常是避重就轻了避重就轻。如果跟保罗的交代讲起来的话，我们常常避重就轻，或者是轻重不分保罗说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教导儿女但是教导儿女要，他说要把握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和合本的圣经就警戒这个当时翻的时候当时的语言后来的修订版叫做劝诫圣经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教训就是要求我们要做的劝诫就是怕我们走错了所以跟我们提醒的这个叫做劝诫这个才是重点重点所以呢把我们的儿女能够带他来认识主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他，这是重点我们做教他的做事做人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圣经教我们的就是做事做人，做人做事，除了对神然后呢对平的就是我们怎样子做人，我们怎样子做事但是这是重点那我们呢现在因着这个时代的演变，我们对儿女的期许，这个世界的竞争，我们常常花90%的时间甚至99.9%的时间我们来召集儿女的是他的功课功课当然需要我们需要带领他，因为孩子还小或者是呢跟他争执的都是有，老实讲有一些是小事情是小事情，但是小事情却形成我们跟子女之间就是保罗又第二个提醒我们的之间的一个导火线，而让本来更重要的事情你根本没有机会跟他沟通。
包括他世上的事情，包括学业，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教会的事工。老实讲，我们有很多的父母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儿女沟通的。这就是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因小失大的地方啊。所以呢，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教养儿女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但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以身作则啊。为什么我们会避重就轻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嘛，所以我不晓得要怎样子来教我们的小孩。所以其实呢，在圣经在教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其实也在教我们，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教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就回过来看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呢，也在信仰上头呢，一天一天的长进，因为12岁以前的小孩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12岁以后的孩子们，他们是按照我们做的去做。什么意思？12岁以后的小孩，你如果只有讲，而你自己没有做的话，他们是不听的，他们是不会听的，因为他已经了解这些这些事理。他已经了解，他从很多的资讯，他已经逐渐了解，越来有一天他们所了解的，他们所碰到的事情比我们做父母的还多啊。所以这个12岁，有一句话是12岁的小孩是按照他看到的我们父母做的。如果我们父母没有做到，我们拼命讲很多，那是耳边风而已啊。所以很重要的，而且呢，孩子是要长大的，孩子是要长大的。圣经说有一天他就是要离开父母嘛，跟妻子结合嘛，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法则。我们的法则，我们在这个法则里头可以建立非常和谐的蒙福的这个关系。所以挺他们建立自我，我们要挺我们的小孩建立自我，而不是永远呢这个掌握在我们的这个手中。保罗的教训里头隐含了这一些我们当代父母要注意的啊。最近很流行这个来形容父母的，有一种叫做直升机式父母，直升机呀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更贴切的叫做割草机父母什么叫直升机直升机在天空盘旋嘛就是永远在你的小孩的天空盘旋，我看到了他欠什么我就给他什么，马上供应给他，空投给他空投给他他都不要，我父母都100%跟你想好的，这叫做直升机父母。我们是不是直升机父母最近还有一句就是割草机，那更前进了所以割草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边吵的时候，割草机是你就推在前面孩子都还没有走到孩子还没有走到你连他让他走到的机会都没有让他看到草的一堆芳草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先把它割好了他来的就是铺平一个这个绿草如茵一片大绿草，这叫做割草机父母。当我们的资讯越来越多，当我们父母的能力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当我们就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你看我把所有的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的儿女不要这样子，他甚至会生气的保罗他知道虽然这样子说要孝敬父母，要养育儿女要按照神的教训，但是你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会碰到困难。所以他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我刚刚讲过很多气得半死的父母觉得受不了怎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是不要激怒啊我们的儿女哈，啊不要哈让他生气哈，不要让他生气。我们做父母的想说哈，生气的是我啊，我生气的是我都被他气死了，还要不惹他生气哈，这不就是放纵吗？哈，但保罗意思不是这样子。小弟做人家的儿女，后来做人家的父母，现在做人家的阿公了。我对这一句话的体悟呢，就是越来越深刻，觉得这真是一句宝贝的话。很多亲子之间的啊这个问题呢，这一句话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原则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是一个非常平衡和谐的一个，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蒙福的一个关键。啊，为什么会？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啊！他当然，他只用一句话来带过。哈，我们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啊，我们的孩子会生气，他生气了，他就不跟我们沟通，你讲的话他就不听。重要的事情，啊，他更不听，我就是不要，啊，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处理哈，啊。那儿女，我们所谓保罗所谓的儿女的去哈，啊，可能会来自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做父母的自己适当，啊，就适当的管教，啊，就是用。因为管教要不要管教？要管教哦，要按照神的道理啊，当然要管教啊。我们儿女当然管教，因为儿女他还不清楚嘛，很多事情，特别越小的时候，我们越要管教他。但是管教的方法是按照时代一直在前进的。啊，我们现在很少体罚了。我小时候当然被打过啊，啊，我被打过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我爸爸打我打得很有道理啊，打得很道理啊。那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非常少打我，但是当他打我的时候，一定是关键，啊，一定是关键。如果动不动就打，那就没用了，没效啊。我也被老师打过啊，啊，有的老师哈打的我很感谢他，啊，有的老师我打的很不服气。很不服气，记一辈子，哦，不是恨他，不是恨他，是觉得说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哦，对小孩子的成长，对小孩子的人格的成长是负面的，哦，但是我们有时候在管教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啦，啊，哦，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父母的问题，哦，要求过高啦，过分严格啦，哦，啊，这个把自己的孩子啊在不适当的时候跟别人比较了。这些呢，都让小孩子生气，哦，会生气。这是可能我们父母，哦，父母啊，这些，哦，都是，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带过的，这是都有程度的问题啊，真正问题。只是保罗在提醒我们，哦，第二个呢是小孩子不当，哦，小孩子不当，哦，哎，不是只有都不能够说是只有父母的问题，哦，很多是小孩子不当，哦，小孩子不当，哦，这个要教。但是前面这两个其实都不重要，这个都容易改，容易做啊。其实我们亲子之间的冲突、亲子之间的不和谐啊，常常是来自他觉得他不被接纳。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我们做父母呢常常没有去感觉到，但是其实这是关键。第二个。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中的孩子，他觉得他没有空间，所以他很不服气啊，哦，所以第三个就是小孩子不服，小孩子不服啊，哦，才更是哈，哦，更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的小孩子不服气？好，哦，就是小孩子感觉啊。哦，然后呢，他这种感觉哈，不一定对哦，不一定对，不一定对。等一下我们来说哈，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你这个注意了以后哈，那个亲子关系的和谐跟蒙神这个呢事实上保罗是点到了，就当代社会来讲点到了我们的痛处啊，
所以不得而离的去，保罗不只在一个地方说，他在第二个地方，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哥罗西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他又说了，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你看保罗都先对孩子说，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家的孩子，我们不一定是人家的父母，但每一个人都是人家的孩子，这是前提，这是前提。他都先对儿女说，保罗是公平的，你们做父亲的，父亲是一个代表了，是一个代表，不要惹儿女的气。他还说了原因，他还说了原因，为什么他第二次对哥罗西在哥罗西就这样子说，他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惹儿女，无端的惹儿女生气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让他们失了志气。应用在我们当今的世代，这句话更贴切了，更贴切了。刚我提到我们做父母呢，有时候在管教时候适当，那我们来调整就好了，我们来调整就好了，而且注意注意，圣经是鼓励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该说的，我们该要教导他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你至少要跟他之间有沟通的机会，你教导他的，他要有听的可能，这才是教导嘛。那我们常常是在这之前就把门已经关掉了，而为什么把门关掉，就是我们在不重要的事上惹儿女生气。什么叫做他失了志气？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刚刚提到的就是小孩子觉得他没有被接纳，小孩子觉得他没有空间。亲子之间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特别是从国中小学6年级就开始了，反正12岁或者10岁开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父母最伤脑筋的如果等到20几岁大概都定型了，都定型了，好就好，坏就好，坏就坏。而且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有一个研究，有一个研究，在小孩子在国高中阶段，他们去研究那些所谓的很叛逆的小孩，有各种想法，叛逆到我们父母受不了了，他们去弄一个研究，然后做10年的观察，做10年的观察，当他们叛逆的时候，去记录他们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他们的想法，他们都振振有词这个研究是一个美国的报告这个研究就是10年以后，85%，超过85%的小朋友长大了，85%回到原先他父母想要跟他们说的那些话。这个研究 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那个阶段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不同的想法的话，有的对，有的错。这个是亲子冲突的雷区，最容易爆炸的地方。那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因为什么是这个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小孩子他们独立自主的意愿特别强烈。那为什么特别强呢？因为他们在长大。我相信这也是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离开父母，这个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他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你要是讲道理他讲不出来，但是其实这是好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的嘛。我们教养孩子就是要让他独立长大，他会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能有多大的成就，其实主为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
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本来就是要让这个孩子以前必须要连着我们才能够活下去，以后他自己就可以生活。然后他有这个意愿的时候，我们却来压制他。所谓压制他，是我们就当他是要独立的时候，我们都一直用我们的想法。老实讲，我们的想法有的对，有的不对，我们都用我们的框框来框他，所以他就很不服气。亲子冲突从这里。第二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小朋友他们在这一个阶段，他们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啊有点奇怪，为什么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说这个不行，他偏偏要做。其实呢，他们是在寻找心中的真实，寻找他心中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哦。人在神放在我们心中，人有个真实的东西哦。他觉得我们大人所讲的都是虚伪的，不一定对哈。他对某些事情有的对，有的不对。那我们真的也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呢，小孩子就不听你的，因为他心中另外有一个真实。这个就是亲子之间的。为什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道理上说我们以身作则。为什么说十二岁以后的小孩是按照你做的去做，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是因为这些小朋友，我们的儿女，在这个时候，他这种追求心中的真实特别的强烈，而我们没有去注意他，我们没有给他空间。我们没有给他空间，但是好消息是这都是会已过天青，已过天青就是你看过了十年以后，不用十年了，大概是三四年、四五年以后，他以前很多坚持的东西，他都觉得自己是玩玩而已他也不会觉得自己错，他觉得他是玩玩而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妈妈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那多非常的乖巧怎么突然呢，一上国中以后整个都变了大事小事都要跟妈妈杠，都要把妈妈气得半死。妈妈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精神有问题这孩子变了，找他去看医生。医生听他所描述了以后说不要紧了这个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会怎么，医生他看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医生就给他一些鼓励教他说你要怎么处理。然后讲完话以后医生说那我给你开个药好了那妈妈说你不是说这个过了就好吗也这个不是病吗，为什么要吃药？他说我这个药是给你吃的让你度过这一段期间，没事的让你镇定一点就好了，已过就会天晴有时候我们是要有耐心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特别在这一个区块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互相来勉励的我要强调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也知道有的父母现在正很伤脑筋。我今天早上会谈这些呢，是刚好除了我们下个礼拜是重要教育周，刚好最近的接触了几个教会内的儿女教养的个案接触了以后心中也有很多的感触我们按照圣经来教导，我们应该告诉儿女，我们应该带领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特别在一些不是大的事情上头呢，我们要学习接纳他们。其实接纳小孩子的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总觉得他还小他的想法跟我们教会原来的
这个教导不一样啊。啊，但是常常的雷区就从这里出现了，然后呢就因小失大了。我们常常的要求小事，反而就让他听不进大事。啊，有一些事情我们大部分的事情啊，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在这一段期间我们要了解他们。世代是有差异的哈，世代哈，就是说啊，这个包特别是在发型啦，这个服装啦，哈，作息时间啦，哈，对三 C 的应用啦，哈，这个两代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也开始来进步，我们开始来进步，我们要了解他们，啊，了解他们的想法，啊，了解他的个性，了解他的兴趣。哦，哦，一天到晚听那个什么，就是，我听不懂的那个这个歌曲，这个歌曲是什么怪歌啊？练，用这个歌用应该是用唱的，怎么变成用练的？啊，哦，我们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那个啊。常常啊，就是最近啊，就是举个例子哈，啊，有个小姐妹啊，然后现在上高中了，因为发型的关系，让她妈妈气死了。她就是故意要弄一个哈怪怪的发型，啊，弄个怪怪的发型。妈妈觉得说，跟她带她出去坐在旁边，能知道这个是我的女儿哦，就好没面子，要求她的女儿哈不能这样子哈。啊，当然要跟她讲。当然要跟他讲哈，这个哈，我们的打扮有很多了，不一定要打扮哈。但是你如果只是要求他说不能这样子，他偏偏要这样子，头发就长在我头上，你要怎么样？我们觉得小孩子这样子不对，但小孩子就在想你要怎么样？好，然后从这件事情就引发到很多的事情，他都就听不进去了。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老实讲。那个发型哈，三个月以后他就变了啦，他自己也不喜欢了啦，啊，但是很不晓得怎么处理的话，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了，接下去是就什么都都没有，啊，我们对小孩子的这些我们当我们越发了解他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就比较容易接纳他们，给他们一些空间。不是说就全部都是随着小孩子这样子去，不是，是说他们有些想你要跟他讲道理以后，有些事情呢，他本来就是暂时性的，他本来就是老实讲就是灰色的，没有什么对错，没有什么对错。即使错了，让他错一次，只要是跟性命、跟灵命无关的，让他错一次，他才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给他一点空间。我们永远在自由跟规范之间去平衡。我们永远在管教跟鼓励之间去平衡。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难处，但是呢，也是我们保罗为什么这样子讲的原因就是他对子女的管教不是只有一定是自由跟规范之间要有一个平衡管教跟鼓励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你不能够全部凡事都是随着他，都只能够用鼓励的，要管教就管教，但是你不能够只有管教以后没有鼓励，小孩子就失了志气给他做决定有一个小朋友对不对？考高中的时候，考得很好，他可以上第一志愿，但他就跟父母讲说：“我不要，我要去选第二志愿或第三志愿。”做父母的觉得说：“人家这个求之不得，能够考上第一志愿哦，那。”这个哪有这个好第一志愿的，还去读第二志愿、第三志愿？这小孩子疯了，但是
那个做父母的很有智慧。这是小孩子的事，我们这些这不是小孩子的事了，他现在不懂啊，对不对？他如果是上第一志愿的，以后可能未来考大学的话，可能可以考得更好，怎么去读第二志愿呢？哦，他说我第二志愿哦，那个学风比较好哦，学风比较好，比较自由哦啊，那个第一志愿那个太啊古板了哦，我要去读那个哦，这是他的想法，你要了解。做父母的只能够这样子做，我们很多父母就强迫他，就强迫他。哦，这个例子可能还不是，还这个例子是好例子啊，不是坏例子。我们看到很多坏例子。他有一天他还是放弃，他还是放弃。哦，但是我举的这个例子啊的父母是有哦比较有智慧，他知道要小孩子空间，跟他谈，给他分析，找人跟他讲，从来没有要求他说你非得选第一志愿不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祷告以后，你自己决定。我想说，如果他决定真的去，不是第二志愿，给我选个第三志愿，他不是我做父母没有尽到责任吗？你就让他去。我说这个是一个好例子，是后来这个小朋友还是选第一志愿。如果他选第二志愿也不要紧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哈，对学校的选择哈，我们这个时代比我现代比我们这一代哈，那个机会太多了，随时可以选择选择系啊啊，所以啊谈这些呢，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而是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注意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啊，清楚啊，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跟劝诫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以身作则，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法，我们要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郭文道他是提醒我们，我们也要注意小孩子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小孩子的情绪，我们有一些事情是要给他们一些空间，要让他们做决定以后负责任，做决定就要做负责任，这是我们要教导他的。你做的决定你要负责任，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有机会跟他讲清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亲子的关系呢就会逐渐的走入了这个良性的这个循环。感谢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家庭交托给神。人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人的想法，只是说我们在碰到的实际上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一些按照圣经的教导，那有一些实际的状况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但是个家庭一定是要靠神来带领。我们在座也有家庭，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儿女教养，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都有一些障碍，有碰到了一些障碍，有一些困难，不要紧，在主里头就有办法解决祷告祷告是最好的办法祷告是最好的办法放在祷告中上礼拜五霍长老在聚会的时候，最后他勉励我们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们在圣灵里头感谢主，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们祷告的方式，我们圣灵同在，我们祷告的方式，我们一分钟祷告也可以，二十分钟祷告也可以，我们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我们要把这个家庭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但是我们真正跟神求的是求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儿女信心，求主给我们的儿女智慧这都是圣经的教导其他的神都知道，
把它放在祷告里头，它不是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有人误解了，就是说啊，就是说啊，我们这些啊人的方法啊没有的，没办法的，就只好哦来祷告啊。这些长职哈啊传道人就是没有办法的教我们祷告，不对，它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啊，这个时候呢，愿神祝福给大家啊。啊，早上跟大家互相勉励啊，我们一起来成长啊。我们再来唱诗，216首。